佛祖恕罪，弟子无心呐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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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怎么了？你起来呀、啊，起来，别吓唬我！快来人呐！救命啊！来人呐！别动，坐好了。坐好了。你有救了，爷爷给你采了五步香。Thank you.
你醒了？我醒了。好快速的小和尚！小和尚，小和尚，你怎么了你？啊，小和尚，你醒醒啊！哎，你醒醒啊！你醒了？这是哪儿啊？这是我家。你怎么醒了也不叫我一声啊？自己偷偷跑出来了。我，一个大男人家。啊！这样。哎呀！你把衣服穿上。罪过罪过，姑娘，我绝不是故意的。哎呀，罪过罪过，我不是故意的呀，姑娘。你要是故意的，我能亲热得了你吗？哦，姑娘，是你救了我吗？那当然，要不是我救你啊，你早就被狼崽子叼走了。啊，哎呦，哎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很疼啊？是很疼啊。我下脚太重了。踢得再重，我也不会怪姑娘的。世上真有你这样的老实疙瘩呀，挨了打还有谢。哎，真的，如果不是遇上姑娘，小僧早就没命了。这一脚，算是救了小僧一命啊。给我吧。哎，小和尚，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呢？出家人无名，你就叫我小和尚吧。小和尚，谁会叫这种名字啊？我就是啊。我不信，那要是世上的和尚都没有名字，大的叫大和尚，小的叫小和尚，老的叫老和尚，哎，那不就乱套了吗？好了好了，既然你不想说，我也就不多问了。你呀，一定有什么难言之处，对吗？哎，就算是吧。哎，不过叫小和尚倒挺好玩的。哎，小和尚，你怎么不问我叫什么呀？小僧还没有请教。别那么客气，我叫小妮。小妮。怎么，没有你的小和尚好听啊？不是不是，姑娘，小僧想跟姑娘化缘。化缘？什么化缘化方的？哎，你开清药了。哎，姑娘，你还是回避一下吧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我是出家人。你这样说，倒好像我是个没廉耻的女子。哎，不是不是，姑娘你误会了，我是在戒备自己。淫邪可是弥天大过啊。淫邪？要说淫邪，那你偷看我洗澡，那算不算淫邪啊？我无心不为过。你倒挺会替自己遮掩的，谁知道那会儿你有心无心啊？我，要是佛祖问起来，你为什么偷看我洗澡，那你怎么回答？佛祖说，无心无欲，不为罪过。什么？你还敢这么说？我真后悔当初把你救回来。姑娘救我，是因为你打了我呀。那你不偷看我，我能打你吗？要不是看你身上那么多伤，我才不稀罕把你救回来呢。你倒反咬一口了。你别以为我非要给你治病啊，我们这儿洞小，盛不下你那么大的神。你走吧。你怎么还不走啊？姑娘。大王。姑娘别。咬他。喂，别咬，别咬，别咬，别，我，姑娘，大王咬他，姑娘，向这快乐和幸福的地方。
寻常，咫尺的小鸟，你将落向何方？向这快乐和幸福的地方，苦苦寻找。咫尺的小鸟，你将落向何方？向这快乐和幸福的地方，苦苦寻。我衣服呢？你睡醒了？怎么了？我想起来。好啊，爷爷说你可以下来活动活动了，起来吧。我衣服呢？你的衣服我刚才给洗了。这儿有两件爷爷的衣服，你呀，先将就着穿上吧。哎，好好，哎，我自己来。要不要我回过身去啊？最好啊。你们和尚都这么穿衣服啊？是啊。是我们喝水的地方。小心！你，谢谢啊。你看你，刚站起来就想飞，你慢点。你别犟了，站都站不住了，我扶你坐会儿。走吧，你坐呀。大黄，你别怕啊，他呀是看你这样替你高兴的，他说希望你早点好。坐吧。他真能听懂你说话啊？我也希望能够早点好，好早日离开啊。你老是说这样的话，难道我和爷爷对你不好啊？不是的，你跟爷爷救了我一命，我打心眼里感激。可我是个和尚，我还和尚怎么了？和尚没头发，长出头发不就还俗了吗？小妹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小和尚靠不住。谁让你偷听我们说话的？